大家好，我是杨子轩，现在职业五段。第几次参加女子最强赛？第九次参加。所以是全部都参加？对。你觉得自己有信心再夺得冠军？就平常心下吧，一盘一盘下。那女子最强赛对你来讲是一个每年很重要的比赛？是啊，很重要。就是现在少数只有女生能参加的比赛，就是只有两个嘛，然后也是规模非常大的一个比赛。感谢剑桥集团林董事长这几年的支持，帮我们把女子围棋变得越来越好。